同学，我们现在来观摩的是明传大学的漫画研究社，我们欢迎他们的表演。报告报告，目前调查到我们班上有一个屁丸在潜伏，我们要招出来。好，有这么不明显吗？哦，屁丸好臭！哼，我是一个杀手，我要来执行我的任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碰死？因为有人出1000万要买你这个间谍全尸。中文是很奥妙的，全尸跟全尸的写法不一样。烦了，烦了，烦了呀！你是谁？我是安雅。你有什么超能力吗？我超会抽。还没破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。现在在医院呢。不行，我还是要执行我的任务。我的宠物呢？等等，我的狗狗呢？吓我一跳，它是新一只狗狗。帮我找出那个屁娃。屁娃来。扑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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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深了吧！来抓了，不可能抓到屁王了，不可能这么可怜，我们后面还有一关吧，那我们再去玩吧。